自细做英雄，一个时代又点可以冇一两个枭雄出现啊？1970年，香港出现咗一位枭雄跛雄。香港回归前，英国对殖民地香港管治松懈，于是又出现咗另一位时代枭雄。有冇听过龙志强呢个人？700万元大劫案，最终佢孭住个炸弹去勒索，而家仲喺出边大摇大摆。你要几多钱先肯放翻我个仔？怎么嘅？俾定唔俾？喂，你做我睇。如果你今次成功入到局嘅话，一定会做啲犯法嘅事。但你要记住，你系个警察。为我呢个新加入嘅细佬，干一杯。今次嘅目标系何不凡，佢系全澳门最有钱嘅人之一。佢嘅目标可能唔系何不凡，好大机会可能系马空头。我留喺度只系想报仇。如果我离开佢，佢一定会对立我。你想点？何天，我帮晒你啊！